放量。两个脚是垂直的。你看我站在这个线上面哈、啊，你们看我站在这个线上面，然后呢，左腿啊，重心往右移，左腿呢贴到，你看，顺着线拿过来，踩在线上面，然后坐下来，手往后拉。坐下来，后腿这个里面的腿呢，是顶到前小腿，顶到前小腿，坐着，往后看，好，起来，好，右脚慢慢拉过来，你看，踩到线上面。拉过来，踩到线上面以后，往下坐，往后，起来，坐下去。没有下去。